同埋判出嘛。好，咁啊呢个时候咧，不如咧邀请两位同大家讲几句说话先啦。先邀请你们跟他们大家讲几句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尊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胡金博。好，咁啊今日咧咁开心嘅时候咧，想问下在场啱睇完呢套戏之后咧，你哋有冇一啲问题？好，我俾两条问题时间啊，即系一人两条啦，最多 OK。咁啊，有冇问题想问佢哋两位嘅？有冇？预备，一有嘅就举手啦，一二三。好，前面呢位，大声讲，大声讲，大声啲。哇，这个是好久的问题啦。我们宣传这么久，没有人问到这个问题。你有潜力当记者，你是读记者的吗？我觉得这个 ending 有什么感觉？我对有，我觉得说实在的，我觉得没死的人会更难受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说真的，假如我是他的话，我觉得我这一生中都会觉得很内疚。那个压力会越大啊，你好内疚，因为未死那个呢即系好沉重啊。对啊，所以我那时候答应就是哥哥们的那个任务，要把爹送回去，一定要做到，所以才这么的。所以不要乱咁应承人 ，OK？ 其实我也不想那么早死的。他，你死得很狠啊！剧本就是写成那样，七郎要第一个死，然后为了爸爸没办法，对啊，如果这样 ，OK，、啊、好了，咁啊，最后一条问题啦，我哋啊，到你啦，大声点，大声点，冲动。吴尊，我想问一下，在这部戏当中，你印象最深刻的三个地方，最深刻三个地方哦，很多哎、欸，因为我想一个好了，还想一个好。对呀、啊，这最深刻嘛，哪有三个呢？对，我觉得有一场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几个兄弟，然后在妈妈一个一个看的时候，这个我有一个故事要讲。那个时候在拍妈妈的时候，妈妈在流眼泪啊。然后没有拍妈妈的时候，拍我们兄弟的时候，妈妈的眼泪流得更多。哎呀，没有拍她啊。他还可以，他是背对镜头的，嗯，可是他的眼泪流得更多。即系冇入镜嗰啲喊得仲劲过入咗镜嗰啲 ，OK。包子嘛，你有什么最深刻的地方？一个，就是我太瘦了。为什么呢？剩下都还好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跟他。哦，这样子。我觉得跟仔仔也 OK 了，其他人都还好。为什么叫推荐跟他？哇。OK， 好啦，今日咧，胡生哥咧同埋阿尊咧就带咗五份礼物咧嚟送俾大家嘅喎。咁我问五条简单嘅问题啊。咁啊，如果答啱咧就送呢个 postcard 签个名嘅系嘛？好，好。问题一，后边嗰啲举手高啲啦，大声答就得噶啦。全球首映嘅呢一套《忠烈杨家将》日子系预备。阿尊有个方法噶，你随便噏一个 number 啦啊。哦，C 十 ，C 行位十号，边个？你话喺大声讲，恭喜晒，4月4号 ，OK， 好。第二条问题就系问，傅新博包子，佢喺戏入边啊，佢系饰演边个角色嘅？预备 ，F 十 ，F 十号 ，F 十号，系起身起身。系七郎咩七郎？佢姓咩啊？系啱啦啱啦。OK 好，跟住第三条问题就系到阿尊噶啦。阿尊嘅武器喺电影当中，佢拎住啲乜嘢嘅武器咧？预备。M 九 M 啊 M for mother M 九边位？系呢度系，请讲。佢拎住咩武器啊？咩长枪？杨家枪啱啦，好恭喜晒，好啦。
咁啊，當然就係問阿包子傅新博啊，佢拎嘅係乜嘢武器？好，預備預備，阿德哥啦。硬，H 硬。能听懂吗？是哪里的方言啊？ Sorry。 所以你选的是 H2 哪位起身？有两位喎，好像等等，大声大声。因为您用的是日语，您能用普通话吗？ OK， 他拿的是什么武器？三二一，枪。什么枪？杨家枪。我也知道。是杨家枪吗？最重要是你给的。啊，你子母枪，对。好，那对了，恭喜。好，最后一条的问题，好深的。不如阿娟问一条啊，随便一条冇所谓。讲得好。OK， 呢部戏嘅主题，我导演好想表达嘅主题，四个字系咩？中国人好重要嘅四个字。好，拣一个位啦，你。来，你来选。最后的第三排的第十个。哦，好了，调整回去啊。最后第三排，就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运动一下啊。切入再查吧。好，丁马呀，企起身啦，不如。山顶嘅朋友真系睇唔到，原来。四个字，答案系。大声讲。听唔到。OK， 答对了，谢谢。忠孝仁义 ，OK， 好啦。咁喺呢个时候咧，我哋呢个嘅谢票活动咧都差唔多，有啲乜嘢嘅说话想多谢大家嘅？感谢的说话。其实这部电影大家都很用心，哥哥们还有老爸老妈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推荐周围的朋友啊亲戚，可以去支持我们的票房，谢谢。包子话咧，最紧要就系叫晒你啲全家亲戚朋友一齐去睇呢套戏，支持呢套戏嘅。那我希望就是因为拍这部戏的时候，一直在感受到之前杨家这样他们的几个兄弟，他们爸爸妈妈经过这一切，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、非常难过的一个阶段。所以我希望大家看的时候，可以把自己放在他们的角度去感受这部电影。最緊要即係睇用翻佢哋角色入邊嗰個嘅感覺去睇翻呢一個感情，呢、這個情喺邊度啊？忠孝仁義嗰份嘅愛喺呢度。好啦，然後假如大家喜歡的話，趕快去發微博吧。對，發微博、Facebook、YouTube 乜都好啦。OK， 好啦，咁呢個時候咧，多謝曬大家支持中年楊家祥，希望咧大家繼續去支持我哋嘅電影啊。好，咁啊，而家使唔使影相㗎呢度？好啊，拍一張相啦，哎，拍一張。好，請大家企好啦。影完相啦，我哋就走噶啦嚇。唔需要攞落嚟噶，影唔到噶。好，企定。呢個咧係一個。surprise 啊！今日特登嚟支持啊！